的，我变土的气啊，你们讲啥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明州。今天呢，我上一次开箱试喝安慕希，今天呢就要试一下什么呢？也是很出名的吧？今天不是喝，是吃。我第一次吃酱辣的东西，不是什么哎？哎，标题不是写了吗？就是鼎鼎有名的正正正前韩国拉面，它有两种，我已经一试过了四次两种啊。一个是冷的，一个是两杯的，虽然我没有试吃过一杯啊，我就试吃两杯，没关系，试吃一下咯。就我们现在去煮啊，我听说这很特别，我在 YouTube 上有上看过了，只是暂时没有拍过两个，我就在第一个啦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吧 ，Let's go。好，现在我就开了两包面。然后这个面呢，它的那个纸啊，就不同一点。那你看这个比较细啊，然后这个还比较粗一点 啊。然后我现在要放下去煮啊，它已经滚了，我也它，感觉上面也塞不下哦。没关系，它慢慢融化就可以了，加点热水。饼，然后放大镜，你要做完用来放那个面进去，然后再这个冷水来准备啊。刚才做完面进去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准备去蒸面喽。好，这个是那个刚弄好的面，然后现在我放进去冰水啊。好，现在已经准备了那个面，这个是那个粗的咯，这个就细的，细的就是冷的，粗就双倍了。看几大包了，看不见，真是啊！完了，修了这个。好，现在试吃，有点紧张的酱辣，没有吃过嘞，没有吃过酱辣，先倒水先，有，要准备好水先，这是我的动态，先准备好。少少啊，好吃，没有花生辣。哇！我一咬哈花生辣，我变土的去啊，你们讲吧。有很均匀啊，我再推下去，
因为我不是直接床上就开始拉。很慢。很冷。我直接吞下去嘛。如果一直咬它的话，就让我的左耳朵很热爆了。你要吸是吗？啊？吸。不要吸啊。吸，我吸一下。好的，我吃好了。然后想想一下，我好像拉在后面来了。然后就先试吃了，那有一根辣感觉上，跟根红一样。这些放哪边？试一下。来，我们聊哪里？那边煮点。第一口不辣，有点辣，我觉得这点辣的，方便了，你干干了。闷太辣了，真的很辣。西柚是这个比较辣，把这个吃下去本来没有这样辣，那后面来了辣到，到整个嘴唇很辣。我去管它的，可以吃一下，口一口。我那个也是很辣来的，变红了，变红了。后面有弹性啊。来呀！这不能吃的，这死人了。豆浆不包还是几包？豆浆可以解辣没？也是奶吗？不要吃了。我回来了。这个很辣，辣到麻心叫，我吃了两口啊，两三口啊，很有效。我吃了那个冷的没有这样辣的，不要在那里吃哎，给你吃也不要在那里吃哎。好吃吗？哎，狗快，好，总结两顿没有这样辣哎，比较冷的，因为可能它冷的关系没这样辣，它里面很热，热热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样辣的东西嘛，所以第一次吃，所以也觉得很辣，当然是热到。好，影片结束了，今天是花了啦。好，影片结束了，所以别忘了订阅我，还要给我一个赞哦。然后订阅我在旁边有个小铃铛啊，然后就是按一下免费的动钱的，你按了我出什么新影片都可以知道。完了。不要忘记我一下订阅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